Chai Fong Ying is the Nicole David in the sport of Wushu. The 24-year-old Malaysian has been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Taiji routines in Wushu for the last 5 years. She has won all major titles in Wushu competitions, and that include 2 gold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2005 and 2007, and 2 gold in the Asian Games in 2006 and 2010. She defended her gold in the combined taijiquan and taijijian event in the Guangzhou Games. Switch Up TV catches up with this Malaccan lass in Guangzhou after her amazing performance in the Games.14岁就开始习武，因为我爸爸叔叔每次星期六星期天就拉我去跟他们一起教，他们教课，我在跟他们练，所以就慢慢培养兴趣，培养很久这样。14岁才进州队，之前都没有，之前都在人家后面，之前刚开始是练长拳。 然后14岁就改太极咯，可能体格方面，然后比较适合太极。很大突破，4年后，因为要保持在4年里面，就是很好状态，一直maintain，可以给那些小的知道，怎么小云姐可以这样呢？就是给他们更好的激发咯，然后。 对我方面来，我自己方面来讲，其实我每一次出场比赛，我都有一点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就我一定要做到很好，完成好，不能随便，因为每一年啊，我们武术比赛很少，可能就是一个大赛、两个大赛，所以我要把每个比赛都当成很重要。外国选手会来叫我接这样，因为。 向你看齐是吧？没有问过他们，可是我觉得是可能在武术体坛方面就比较久嘛，老将，所以看了比较大的大姐这样。也不会啊，因为之前都有很多兵嘛，很多兵也不错啊。对于太极，然后女孩子来说，以前是完全不被看好的项目。 就是可能初赛啊，可能只派一个太极、两个太极，就是没有摸牌的机会。以前就是长拳、南拳比较强嘛，然后过后05年过后就可能改革，有难度动作的时候，然后就马来西亚的女孩子会比较强。其实我这次赢了亚运会啊。 就是两次嘛，对于我，我不只是赢了那个牌，我还赢了整个武术的发展，就是会帮助到武术政府会更加注重啊，然后学生方面都会，哇，这武术不错，马来西亚发展的不错，因为其他国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武术是不错的发展到，然后他们会更加有兴趣去参加咯。 如果完全没有成绩的话，他们就没有信心去学习这个武术。就拿一个没信心运动员跟一个有信心运动员来说，一个没信心运动员，如果他已经拿牌了，他突然间拿牌，哇，他会很有心情，会很感兴趣，所以他。 演练了自信啊，他自然而然他会融入在套路里面。我好像我们打的时候，就可能4年前跟现在，可能4年前我没那么投入，还没掌握到好像发劲要从哪里用哪一边发，然后看了你，如果你用太大力，裁判可能。 也看不到你发劲，可能你用一点点力还是怎么样带，然后裁判会看到，所以要自己一直琢磨，然
然后我们的进步呢是难度方面哦，首先来说难度，就大家都很稳定了。之前比赛还有一些不稳，然后啊还可能碰运气会拿到，可现在每个都稳了，演练分就是要看演练分了，在场上的自信啊、霸气啊，要扣那个观众啊、裁判的心。 日本吧，他比较沉稳，而且好像我们看一个运动员打，我们会自然而然感受到他在心里在想什么。他很沉稳，完全不被外界干扰。他每一个比赛基本上没看过他失误，所以他的心态方面很好。我们在场上比的，在平时训练哦，技术。 是差不多一样，就是看比赛心理状态怎么样，所以我挺佩服他的稳定、沉稳，然后他动作大方、潇洒自如，而且他们在日本不是专业队，对政府不重视，可是他们还很热爱。我可以透过这个太极啊运动方面来把自己发光吧。 放大自己，就在好像其实练武术啊，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让一个人很心静。好像我昨天比赛，我能控制到我自己，心平气和。我一直告诉我心平，我要心平气和，我就可以了，整套都很好。所以就在太极方面哦，它我们是慢嘛。 无形中都可以锻炼到自己的眼神啊，然后想法啊、气啊那些。